测试的这台车是比赛车吗？现在测试的车辆是数亿国际提供给学员的驾驶用车，但是要测试看看它能不能做出很多高级的动作。那驾驶学员都是跟你一样戴这顶简易式安全帽吗？没，不对，这一顶是美国 NASA 太空科技总署发明最新的，可以保护眼睛、巩固牙齿、骨骼强壮的安全帽。这个只有教练才可以使用的。OK， 你想要来上课吗？想。一个礼拜三马上报名吧，在2月21号是第一堂课，还可以发漂移驾驶车手执照给你哦。谢谢。